三惡耶倒亂茶居，快閃一地玻璃碎。琴日朝五點幾，晨早流流準備開鋪，深水埗大南街呢間開張好耐嘅茶居，突然有三個人衝入嚟。佢半夜打，陣時班嘢就喺度打鬧緊，唔知大门块玻璃啊，仲反台兼掟凳，捣乱完就即闪。O 晒嘴嘅伙计报警，盛艺嘅老板娘话开张四个月，冇人收过保护费之类嘅嘢，完全唔知道动机系乜。有熟客都赞老细好人，唔似会得罪人啊。